事武腾腾，乾坤动，其夫长睡，天地兴，起师。舞狮，我国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融合舞蹈、音乐、武术于一体。自古以来，舞狮长盛不衰，历代相传。凡有节庆活动，必有舞狮助兴。对于游子来说，每当狮头昂起，鼓声雷动，即使天涯海角，故乡也近在眼前。纵然前路艰辛，仍旧未来可期。舞狮分南北两派，其中南狮写意，通过腾、挪、闪、突、回旋、飞跃，将狮子的神态表现得刚猛威武，变化万千。抢七是南狮的表演形式之一，两狮争夺彩头，寓意生财。抢七者以舞法、腿法、身法决胜负。千百年来，舞狮高人辈出，黄飞鸿师傅的传奇更是家喻户晓，而我们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而是刀锁连在你哟。你为什么穿着你那破拖鞋啊？刀锁连在你哟。妈妈回来没啊？你还有几根破刀球？你干嘛？心吧，你开心？我们堂堂舞狮队被你这只病猫挡了道，要多晦气有多晦气，你让我们怎么开心啊？不开心。过年收红包没？爷爷，给了我一个。拿来，去去晦气。这，
话说，我们是在跑路，对吧？那你带我来这么显眼的山顶上，别人一抬头，你就发现我们了。那怎么办？我们继续跑。不必了，我们早就甩掉他们了。你叫什么？我叫阿娟。啊，我也叫阿娟。你是哪个娟啊？我是女字旁的那个娟。这也太巧了，我也是。你有病吧？男的取这个名字？我小时候身体差，爸妈担心嘛，说取个女孩的名字好运气。我们也算患难之交了，送给你了。送我？我不会有事。你站起来，戴上。闭上眼睛。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是什么咆哮？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真的可以吗？Thank you.
您认真说。等一下，给你爸妈打个电话。嗯。老君啊，怎么样？家里都好吗？好啊，放心吧。你和妈妈都好吗？我们也都好，放心吧。广州啊，什么都有。今天过年吗？您爹还给我们加菜。哇，大鱼大肉。阿娟啊，你和爷爷也要好好过年，吃多点啊。嗯。明年，明年我们一定回去，好不好啊？嗯，来得好。爸妈，我都长这么大了，18岁，什么概念？我好多同学都出去打工了。明年你们回家休息，我来挣钱。哎呀，傻孩子，你瘦瘦小小的打什么工啊？好好读书。嗯。今年业务忙，我们就多干点，攒钱给你上大学啊。对对。阿猫，我想去舞狮。你这张啥头啊？你还舞狮？是真的，有一个比赛，一个人参加不了。还有啊，那狮头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到的嘛。啊！哇，是哪头的狮头？1000万钱啊？不是偷的。去，古古怪怪的，没兴趣了。一个女孩送的。女孩？好看吗？非常好看。来来来来来，坐下来。你详细说一说。是这样的，嗯，昨天在广场上，又遇到了陈家村的帮人。不是不是，你详细说一说女孩有多好看。嗯。就是她。就那样吧。那你流鼻血干什么？哎呀，那香蕉上火了嘛。哎，所以说我们参加比赛就能见到怎样的女孩子了，对吧？对啊，那你去不去嘛？啊，当然去啦！一直都有个舞狮的梦想。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刚刚。我们还缺个打鼓的，跟我来。阿朵。还要去舞狮，嗯，不会。喂，我们公安叫你，我专门来找你打鼓的。爸爸在外面打工都快养不起我了，我要自己挣钱吃饱。啊，好啊，好了没有啊？买好了吧？你们回去吧，别找我干活。啊？游玩呢？你不是管饭吗？比赛管饭吗？管，包吃包住。那么鼓呢？去参加比赛啊！以我们的实力，肯定夺冠。不过我们还缺个大鼓，哪一位好心赞助啊？就在队服上绣上你的店铺名啊，让你的店和我们上电视，还不说广告？我们赚不到钱，没有兴趣啊！阿娟，你个废柴！更肥猪。自己肺还不够，居然还找多两个阿猫阿狗，
废柴乘以三就可以五十了吗？喂，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呀？鸡蛋臭了。不是说他怎么知道我们家阿猫阿狗的？这说明什么？他们有备而来。哎，别搞事啊！没事的，说你回去啦。他过来了，我们要怎么办？用气势压倒他。不能给你！这个石头很眼熟啊！哦，想起来了。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前几天踩高清耍阴招羞辱我的事情，是你，大哥。怎么可能是我嘛？你看看我，好好看看，我一看就是个废物嘛。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是你。大哥，你别看我人高马大的，刚刚一个鸡蛋砸过来，我到现在都是懵的，怎么敢惹你呢？那没办法。爸妈出去打工好多年，一直没回来，应该是没钱不敢回家，怕被人笑话吧。回家吧。那个鼓好大，打起来好帅。好像，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什么猫啊？其实，我们可以再试一次的。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算了吧。对呀、啊，算了吧。那你们哭什么？喂，大哥，我们刚被人打了。对呀、啊。我们又打不过他们，那你哭什么？因为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我也想成为一头雄狮。吵什么？明天人家还要上班呢。拜师要等这么久的吗？李白不说了吗？京城锁至今时未开，没问题。嗯，这是李白说的吗？
邀月五十。这个地方往后走20分钟就是我们家了。啊，你早说啊，每次都绕山绕水的干什么？俺也是陪你们走着走着，才慢慢想起来，这不是山东啊，这是广东。哎，我是怎么怎么？为什么更有绝世高手？您确定是这里吗？喂，要不再给我们画最后一张地图来？剧情啊，我是不是还没醒？哎，马咸鱼啊，谁？他还有什么故事？我们三个都能演电影了。翻身了，咸鱼，瞧你疯了！客人定咸鱼等多久了，你知道吗？这什么？这个人什么戏？快点收下！快点，快点！看谁有猴子了？快带头！少年独立，则国自由。快追！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要从哪里？我们帮你啊！帮你啊！
还干嘛？我帮你。你们想干嘛？有个比赛，我们想跟你学武器啊。听到了，我就是个送咸鱼的，我看你们也不是武士的料，就别耽误养家糊口了。天气这么热，你们都去买点雪糕吃吧。辛苦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买雪糕吃呗。对呀。跟只猴一样，去耍猴戏不好吗？赌什么吃啊？那我总可以了吧？要不是看你眼神纯良，还以为你是刚放出来的。你看看你的病猫样，哎，是不是平常你的饭菜都被这个死肥仔抢了呀？怎么又跟我的事？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三个。可不是废话，我们三个一看就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人。冰猫、瘦猴、紫薇猪，对不对？可是李白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还说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还是李白他说，乘风破浪会有时，日挂云帆济沧海。好了好了，知道你喜欢李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难道他说的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吗？难道他是一个骗子吗？如果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假的，那为什么大声念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觉得热血沸腾呢？像我们这样的人，难道就不可以有一次机会，就一次证明自己生来不是为了被人笑、被人欺负、被人像烂泥一样踩在脚下？
人多加一条。舞狮是很需要体力的。谢强哥，不对，谢师傅。要谢，谢李白吧。谢我啊。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别耽误功课。知道了，你努力学习，努力赚钱。嗯，注意安全，好吧？老板，钱。走了。绝招的嘛，做好。师傅，今后我们参加比赛，谁要来就来当我们的领队了，让我们有底气一些了。什么比赛？什么领队？你在说什么呢？我养家糊口做生意的，你们天天把我免费送咸鱼，我才教你们的。你想什么？臭家伙出来打我了！哎，你说是啥？到底什么总能进电视？你说怎么？你说怎么？你说怎么？就是，请放心，别打脸，我们会帮你挡住师母的。好徒弟，咸鱼桥，你救我！家务事，家务事，你那人怎么差？去，你有点悬了，姐。阿詹，你听我说，你还留着？哎呀，忘扔了。从明天开始，我去送咸鱼，你看店，顺便好好教教他。老婆，好了，没事，师母。我们可以继续送咸鱼的。对，锻炼体力吗？每天还能加咸鱼。你们看他那个傻样，一见当年的武士队服啊，一点都迟疑。师傅当年多大？比你们大一点。
20岁。20岁的媳妇是什么样的？可帅了，镇上最好的武术队员。后来我就不准他再搞这些了，你们一定要认真点，别丢人现眼啊！到时候，你得放心，放心。安总，不如你去挑别的吧。放心，我皮糙肉厚，挑出的声音更像鼓。加油！加油！扫扫左边第三个柜子吧。哎，我累了，歇歇会儿。带他们去买个狮头和鼓吧，每天拿个破箩筐，丢不丢人？哦，还有那个胖子，根本是在慢性自杀嘛。我们没孩子，就当是自己家小孩了。师傅，今天我们练什么？今天啊，师傅带你们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上车吧。确定吗？确定啊，别毛毛蹭蹭的，师傅这个车子名牌，质量好着呢。那个师傅，有什么？谁家大白天放鞭炮啊？真是。走了，感受一下师傅这辆名牌吧。抓紧了啊，师傅这辆车飙下来很追风的。到了，下车。上等水牛皮经过反复晾晒，才能红亮有力。石头扎座，600多年的老手艺，既要神韵，也要耐用。裴征飞、白马超、刘备，还有师傅当年舞的红冠羽。还愣着干什么呀？石头和鼓，再挑一个吧。哇！师傅，你的石头，我们就是雄狮了吧？来，给我个眼神。有幸，继续练。我们练很久了。那不如找个对手比划比划吧。哦，幸会幸会幸会。哎，幸会幸会呀，都认识了啊。你们师傅不在，我当裁判，没意见吗？哦，没意见没意见。您当地人称活狮子，谁见不都得叫声强哥。按照辈分，您还是我们师伯呢。您带我们这群新人打友谊赛，我们求之不得。来来来，大家鼓掌鼓掌。来，规则很简单，谁踩到轻，谁就获胜。组织，
是吗？还有其他规则吗？没了。雄狮吗？出手啊！觉得你们三个看起来像废物，就真的是废物。阿娟，你虽然瘦弱，但作为士头，即使优势，不过体力要跟上。阿猫，你长得像猴，正好有猴子的灵活和平衡能力。只这么一只弱鸡上蹿下跳，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阿狗呢，高高壮壮，臂力不错。而且通过这次比赛，我还发现你们一个很大的优点。扛揍。记住啊，不管面对什么对手，雄狮都要战斗到底。那师傅，那我们的弱点是什么呢？你主要是长得不好看，还好武士的时候把你脸给盖住了，就没什么弱点了。明白，谢谢师父。世间是否痴心最高，或者另有高处天高，在世间只有心比痴心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一生还比你一生高，发爱更高，千百样好。世中不知边个高，这是你们第一次上庄，庄代表山，高庄武师要表现雄狮在山中采青的过程。你们的对手不再是其他狮子，脚下的路注意每一步都要找出雄狮的精气神。是吗？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走？有什么绝招吗？听听心里的声音，是病猫还是雄狮？雄狮。一生还比你一
始终你好，待我心世间始终你好。师父，为什么庄阵前要放一个柱子，又没人去跳？那个叫擎天柱，是提醒武士的人要保持敬畏，总会有一座越不过去的高山。嗯，啊，师父，你练七息那么厉害，肯定能跳过去了。师父也没跳过去啊。哎呀，别犯傻去跳那个啊。他说去买点东西，让我们先来。玉泉山这么重要的事情，师父不在，刘远勋慌慌的。抽到同一个号的师队，两两对决。哎呀，怎么没个能人大太阳的出来送货，要大引动这么多的寒鱼，终于分几趟来。哎，实在是对不起啊，下一趟马上就到。你们家寒鱼强去了哪儿啊？他呀有大事要做。他寒鱼一条啫，能做什么大事呀？他现在是武士教练了，最近让他安心训练嘛。他又武士呀？这么大个人都不知道养家糊口最重要，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哪里像个男人啊？你一个女人哪里送得完那么多货呢？那么多地方要送，看你现在过得什么日子啊？要是当年……哎，好了好了，别说了，会送到的，准时，放心。回来了，老婆喝水，你去休息吧，我去。干什么？他们正在比赛，你不去送什么咸鱼啊？没事。你给我下来，听见没有？难道这些年你不后悔吗？这些年我没有变过心。我是说，我不准你在舞狮，不准你再去做那些危险的动作。我跟所有人一样，劝你别不务正业，劝你挣钱过日子，好好卖咸鱼，让你被叫了十几年的咸鱼强。不后悔，我们一起这样也很好。哪里来的三个小伙都熟的，从来没听说过这师队啊，都看笑话了。我们真的要比吗？要不算了，别坏了师父的名声。倒是上啊，不敢上啊你们。
没关系，大不了下一次嘛。啊，还下一次？师傅，谢谢你。师傅，师傅也谢谢你们。哇，吃饭去喽！听说你们今天很不错啊。那当然了。别骄傲啊，复赛更难，要继续努力。努力。吃饭。啊，吃饭，吃饭，吃饭。嗯，今天这么多好吃的。喂，阿娟。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哦。什么愿望？我知道，阿军去广州比赛是想让他爸妈看到他变猫变雄狮。哟，小伙子挺有心嘛。多吃点。阿军，你爷爷到处找你。他怎么了？你爷爷说你爸妈回来了。啊，快去吧。师傅，我先走了。你爸在工地上摔伤了，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就是一直不醒。那医生是怎么说的？医生说先回家照顾，如果发生奇迹，你爸也许会醒过来。义父，阿娟，让他自己待会儿吧。我是笨蛋，我错了，我没说清楚。我只说了要让他们早点回来，没说要让他们健健康康的回来。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如果你真的存在，我也是不会这样。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有奇迹？担心我，你在家照顾好爸爸和爷爷，钱的事情不用担心，包在我身上。回来，少了我，你们还怎么参加比赛啊？
是不是捕获回来了？那我们还要继续练吗？哇，咁鬼远喎，佢唔去打工嘅话，但系一个钟$30喎。哇，伤口有点大哦。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说有份工作，工钱翻倍，去吧。真的？上海，走那么急啊？妈，放心。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我汇的钱都收到了吧？收到了。哦，对了，你那三个朋友今天早上还送来了一笔钱呢。你是说阿猫阿狗和师傅他们？对啊，我不肯收，结果他们留下就跑了，追都追不到。阿娟啊，出了这样的事，到头来苦了你。你在外面凡事要多忍耐，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回家吧。妈，说什么呢？我都这么大，挣钱养家没问题的。哎，媳妇，为什么他们都不请我们一起吃呢？开什么玩笑？说好了晚饭自己解决的。那也不用这么抠吧，多算双筷子而已。那还不是怪你，长这么大一只。人家看到你就怕了，还敢请我们进去？舞狮大赛将于下周在荔枝湾举行。为了鼓励参赛者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大赛为本次冠军准备我们还去吗？我们缺一个人哦。各大媒体全程直播。
的吗？是我的，谢谢你。你要送包裹那个地方，我正好顺路，你也不用这么不好意思。谢谢。你这么年轻就出来打工了？体验生活吗？对了，我送你那个狮头，你后来去练武狮了吗？没有啊，太可惜了。我家人也不希望一个女孩子一直武狮，做完推广大使之后，我就不再参加比赛了。我还想着今年会不会在赛场上看见有一个和我同名的少年拿着那颗红色狮头一跃而上。不过没关系了，到了，就是这里。谢谢。人多车多，就不给你们准备那么多东西了，你们就轻装上阵吧。好的。说不定你们会看到阿娟，随机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她在大城市里一个人不容易。好的，师母。师母，如果没看见阿娟呢？那你们就再带回来啊。明白。哇，舞狮大赛。阿娟干嘛去啊？上班啊。明天就走了。我去就没工钱了。你打几份工还那么缺钱啊？缺多少啊？就是不知道缺多少才可怕。哇，那真是很可怕。人多就最后送我们吗？害我们饿着肚子训练。好了，给你钱。练过？送的饭，真是废物。我不是废物。那是什么？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师父，你明天真的要上吗？要比大半天呢，你扛得住吗？扛不住也要上。为什么？因为比赛是全程直播。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阿娟也许能看到。我宁愿从高桩上摔下来，也想让阿娟知道，别认，别认。老了怎么样？我不认。
体力不够用怎么样？我不认，我希望阿娟也别认，她正在经历的这些。你们说阿娟还在练武师吗？不重要了，人这辈子啊，就像武士，上山下山，阿娟有自己的路要走。你的狮头呢？不带了。太可惜了。哇，好热闹啊，要不要去看一下？算了，还要赶车呢。今天上百支队伍来到这里，真的是盛况空前。喂，会坐个火车的，车站又不远。太方便了，去这么早还不是陪他们打牌，看看再走。
纪了。啊！我在等。等什么呀，师傅？都开始好几分钟了。我在等评委看过来。为什么？你们傻呀！那么多队伍，评委没看过来之前，浪费什么体力呀？准备，跟上我的步伐，然后把我抛出来。好。阿狗，打球。环节叫做抢绣球，一共有四条赛道，每条赛道终点的平台上只有一个绣球，谁能拿到谁就进入下一轮，每个师队最多能出两个狮头。这就考验我们，就一个狮头啊，怎么跟人打嘛。是啊，别想这些了，赶紧选一条人少的道吧。强仔咸鱼师队他们只举了一面旗，似乎只有一个狮头出战，真的是很自信啊。哎，师傅，我们本来选的人少的道哦，但现在变成人最多的道了。哼，怕什么，咱们换道。回去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帮咸鱼挺厉害的，不如都先分一只狮头，合力把他们逼走怎么样？你们还挺幽默的。他们是的。举杯开始。其他师队围攻，不过在目前的赛制下，多队围攻不算犯规。哇，那支队伍太惨了吧！师傅，我顶不住了，师傅。
欺负你的脚没位了呀？怎么回事啊？谁知道这里有队伍随身带花露水啊？
长正阵看似简单，其实很难驾驭。夫妻队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场比拼嫌疑队压力山大。开始，一个小小的下马威，嫌疑队又追了上来，他们的速度有优势，再一次抢了先机，嫌疑队又追上来了，耐力不足，战况越来越激烈了。师父，我们都想赢一次。是啊，是啊。加时赛的内容是两队利用表演赛的高桩，各自表演一段高桩舞狮，由评委们打分。本次摆出了有史以来最长的高桩阵，尤其最高的蓝桩有16米高，间距是普通桩位的2倍。两支队伍刚刚经过了激烈的比赛，这简直是对体力极限的考验。首先登场的是本届大赛的头号种子无极石队，加油！需要休息，你们还有其他队员吗？我来。不行，参赛选手不能互相替换。为什么？规定就是规定。什么破规定啊！我们放弃比赛。师父，我行的。阿娟，能挺到决赛，我们已经算是翻身了。师父，你说过雄狮要战斗到底。强宰咸鱼师队决定继续比赛，真是了不起的毅力。准备好了吗？去做一头雄狮吧。
但被他们临场发挥救了回来。那一场精彩，虽然有瑕疵，但整体的表演却很有诚意。就算裁判们怎么打分了。好了，阿娟，我们现在只要平稳的跳过去就可以了。不知为什么，他正在看着擎天柱。难道想尝试跳擎天柱？但是刚刚评委老师跟我私下交流过，快别犯傻了，阿娟。之所以立在那里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所有参赛者，一山更有一山高，世界上总有你达不到的奇迹。阿猫，你相信奇迹吗？这个距离只能一个人去，你助我一臂之力好吗？祖先害怕年少，所以套上威风凛凛的狮头，驱赶年少，也顺带啊驱散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来，你看，看不见放不落。
冒险冒错了。林思彤啊，我没出现，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出现，赶紧干。